老板早安。是谁换了这墙纸啊？是我啊，我这里安排人家弄上去的。快要过年了嘛，红色比较适合新年啊。你不知道我不喜欢红色的吗？对不起，老板，我真的不知道你不喜欢红色。你一定是新来的。对。马上叫人给我换掉。好。